大家好，我是爪蛋，今天给大家带来 vivo 折叠屏的使用体验，然后还有折叠屏和 vivo X70 Pro 加的拍照对比，还有音质对比。正式开始之前，我想说一下铰链问题。暑假当日，我就在实体店买到了一台512G 的，当时就发布了开箱视频，其他地方我都很满意，就是怀疑它这个铰链没有悬停功能。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我新手机。这个其实表现已经很好了。这个新的 256G 开箱的时候也是像弹簧一样，基本没有悬停功能。然后多开合几次，现在就这个表现就已经很好了，稍微还有一点弹，但是悬停是有了。首发那天我拍的 512G 的比这个弹力还大，基本上就没有悬停功能，但是有人就评论我说是黑。有的理性网友看了视频就说你这个可能是有问题，让我去售后换。我去了体验店，发现展示机也是这个弹力特别大，基本上就没有阻力感，没有悬停。说实话，手机我很喜欢，刚上手我就觉得很好，只不过确实是有点重，拿到手里惊人的重。所以我现在先出结论，就是我体验了这么久，我认为这个手机就除了一个非常重的这个缺点以外，真的上手比你想象的要重。然后第二个缺点就是这个铰链，对，没错，就是铰链。看了发布会介绍和很多首发 UP 主的评测，我觉得我经手的三台铰链都有问题，我不信只有我遇到这种情况。因为我过手了三台手机，第一台体验机就是关闭的时候弹力非常大，一松手就会弹回来一部分，根本就很难悬停。我自己买的512G也是那样的。第三台这个就是现在这个，我买了 256G， 刚开箱也是，只不过我折了一回，折叠了一回，现在好多了。虽然还有一点虚位，但是已经好很多了。所以铰链这方面，我可以很确定的说，它的阻尼感悬停不如 OPPO Find N， 也不如三星这个 Z Fold 3和 Z Flip 3， 它应该跟荣耀的 Magic V 效果差不多，可能要稍微好一点。我真的不信只有我一个人遇到这种情况，希望其他买了这款手机的人评论区留言说一下自己有没有遇到。除了这两点，其他方面我都非常满意。下面说一下 vivo 这个自带的这个手机壳，这个手机壳我也刚拆箱。先说缺点，缺点就是保护了后面，但是保护不了前面，所以你手机千万不要摔，带这个壳如果摔的话，基本上就报废了。因为它这个手机壳，它不像荣耀的那个自带手机壳，它就只能保护后面，其他都保护不了。 vivo 这个手机壳就是保护后面，然后前面保护一半，因为它边框保护不了，但是它可以保护到这个卷轴。还有就是带这个手机壳基本上就告别单手操作了，因为这种翻盖手机壳你打开了以后，一个手是根本拿不住的，绝对会掉。所以因为没有安全感，所以每次我基本上都是用的大屏，像其他折叠屏我都用的小屏，小屏时间居多。像 vivo 这个折叠屏，就因为这个保护套，我基本上都在用大屏，因为大屏才能用两个手，才会有安全感。这个保护壳的优点就是正面是磁吸的，平时不会松松垮垮的，这个做工也挺好的。话说回来，现在市面上的折叠屏保护套，一种就是荣耀只保护后面，一种就是保护正面和背面，像 vivo 像 OPPO 那种保护正面和背面，但是转轴处保护不到。还有就是 vivo 这种后面保护，转轴和前面都只保护一半。这种手机形态如果想全部保护到的话，我估计是比较难。然后 vivo 这个水平显示1699实在是太贵了，还是荣耀比较划算一点。下面说一说这个王者荣耀的游戏体验，讲实话我是比较惊喜的。大屏的时候和所有的这个折叠屏一样，选英雄的时候特别爽，密密麻麻的全是英雄头像，随便选个英雄展示一下王者荣耀的这个效果。像所有的折叠屏手机一样，它都是下半部分不能移动视野，只有屏幕上半部分可以移动。然后 vivo 这个独有的问题，虽然内外屏都是120赫兹，但是它内屏玩的时候是120赫兹，你切到外屏以后，它的这个分辨率不是分辨率，这个帧率就会降到90左右，有时候会升到100，但是大部分时间都会降到90左右。大家看一下，
但是如果你玩一会再从这个外屏切换到大屏的时候，它的这个帧率又会上升到120Hz。可能 vivo 认为大屏的时候散热更好，所以给你120，小屏的时候散热不好，所以就控制你帧率。我的设置是120帧，然后画面总质量高清，分辨率高。这个设置在大屏玩王者荣耀的时候基本上全程120，这一点说实话我是非常非常惊喜的。只不过无论你手机热不热，切到外屏它都会降到90左右，就很神奇。然后下面就是我个人买手机之前最关心的，就是这个折叠屏的拍照效果，因为它可能确实是目前所有折叠屏拍照效果最好的。大家看一下，一个是 vivo X70 Pro 加，还有一个是 Fold， 左边是 Fold， 右边是，第一观感我比较喜欢 Fold， 因为看起来更明亮。放大看细节我觉得是差不多的，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，然后弹幕发一下，看你感觉哪个要好一些。我觉得两张照片是基本没有区别的。第二张照片也是一杯主色，除了 Fold 更艳一点以外，其他方面我也没看出来有什么区别，大家可以看一看，弹幕或者留言看看自己喜欢哪一张拍的。这个是二倍镜头拍的，其实我看起来也差不多，大家自己看一看。这个是五倍镜头拍的，我一看我感觉还是差不多，果然是一个品牌的手机。
这两张是20倍拍的，我看起来还是差不多，大家可以仔细比一下，看看喜欢哪一个。这张还是一倍拍的，这里出现一个问题，就是它分屏看图片的时候，经常其中有一张图片会像蒙了一层蒙版一样，有点发黑或者发灰，退出重新进能恢复正常。这是两倍变焦拍的。这是五倍变焦拍的。这是超广角拍的。这张是中午的室内。这个是室内稍微暗一点的环境。这个是白天室内非常暗的环境。
说实话，这个折叠屏的拍照体验给我超级大的惊喜，我个人感觉跟 X70 Pro 加差不多。有聪明的小伙伴肯定会问，为什么不跟 X80 Pro 比？因为买不起。虽然说京东有30天无优退，但是我也不是爱白嫖的人，所以就这样吧。因为而且我看这个镜头参数，感觉 X70 Pro 加跟 X80 大差不差。下面听音质。最后说一下，vivo 折叠屏是目前市面上最值得买的折叠屏手机，没有之一。